我希望咱俩还能继续。过去一些事情也希望你能原谅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也没啥说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向你保证，对对。他就这态度。停亮灯啊！来吧，两位，打开你们的记忆箱，我们看看各自放了一些什么记忆。来来来，站上来，来。大姐，你那个记忆箱里放的是什么呀？给我们看一下，大哥，你放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当时给他买的珍珠。为啥把这个放在那里头啊？我们俩认识的时候，那个年代就是条件不怎么好，他就给我买了个珍珠项链。因为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什么钻戒，我就把这个一直留着呢。平时穿个晚礼服呀，穿个什么戴个珍珠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把它放这里头呢？我就意思想还给他了。来，大哥，那个是什么？我的是我的手机密码。银行卡密码。卡呢？卡没带，卡回去我就给他。看来显然留了一手嘛。啊，行吧，回去就给你。啊，又乐呢。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阿童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老夫老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度加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请亮灯啊。来，送给你们，祝你们快乐啊，谢谢，请回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需要别的。